当黑暗靠近，你勇敢前行，在可惜吗你，你汗如雪滴，森林里的你，你脚步坚定，哥哥他想你，为我们生命，犹大狮子为我们而绑，眼中流露深情的目光，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为救我们舍弃一切。看见你心中的火，胜过了黑暗的权势，我们也要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火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这个圣火，圣灵的火要在我们里面燃烧，要点燃我们里面的火。可这个火点燃了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要为主去征战。哈利路亚！当风暴来临，我勇敢前行。我义无畏惧，我愿为你去。天国权柄，捆绑中重定，靠圣灵能力。成就你旨意，在我里面有火在燃烧，让我彰显天国的荣耀，在我里面是你的在呼啸，我愿为你付出一切。心中的火，看见你爱我的热情，死亡不能把你拘禁，你爱战胜一切仇敌，点燃我心中的火，点燃我身体都是耶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只狮子，这都是一只雄狮，而且这只雄狮已经觉醒了 Amen。 而且狮子醒来的时候它是会吼叫的，它遇到仇敌的时候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它是会吼叫的。让我觉醒，让我觉醒，
神的军队正在觉醒，让你荣耀充满全地。让